克里斯托弗让埃德加在这里挖个洞。埃德加，你准备好挖洞了吗？埃德加，你在做什么呢？埃德加，快停下，你搞错地方了。克里斯托弗，小心！埃德加，你为什么不在正确的地方挖洞啊？你应该听克里斯托弗的话。埃德加，克里斯托弗需要帮助，快去请巡逻队过来。巡逻队，埃德加的洞挖错地方了，然后克里斯托弗就掉进洞里了，你们能帮忙把他救出来吗？赫克托，你能去找安博吗？我们可能需要他的帮助。嗨，安博。巡逻队需要你的帮忙，克里斯托弗掉进洞里了。安博，谢谢你。你们别担心，巡逻队会在水泥凝固之前把克里斯托弗救出来的。马特，这个点子好，你应该把警示圆锥放在洞前面，提示其他车别掉进去了。马特，谢谢你。弗兰克，克里斯托弗的轮子卡进湿水泥里了，你能趁着水泥凝固之前把它们冲洗掉吗？弗兰克干得漂亮，这样克里斯托弗的车轮就可以动了。克里斯托弗，怎么了？还没有办法从洞里出来吗？赫克托，你能用你的磁铁吊车把克里斯托弗拉起来吗？赫克托，干得漂亮！克里斯托弗，你现在感觉如何？来吧，让安博帮你修修吧。克里斯托弗，好了，你现在焕然一新了。埃德加，怎么了？你要向克里斯托弗道歉。你很抱歉之前没有听他的话，把洞打错了。克里斯托弗，你怎么想？克里斯托弗，你接受埃德加的道歉吗？太好了，巡逻队干得漂亮，克里斯托弗和埃德加现在可以继续工作了，再次谢谢大家。巡逻车。
天哪，看起来马特和弗兰克快要抓住一辆超速的车子了。再快点，马特。做得好，孩子们，让我们把那辆淘气的车带回巡逻车总部的监狱。嘿，赫克托，看，马特和弗兰克阻止了一辆超速车。你不知道马特和弗兰克去执行任务了吗？马特和弗兰克认为他们两个就够了，他们不想打扰你。我们最好出发去处理这辆淘气的车了。回头见，赫克托。不要担心，赫克托，我肯定他们并没有恶意。不要难过，一切都在掌控中。这一定是个紧急情况，你需要去把在监狱隔壁和那辆超速车在一起的马特和弗兰克找回来。那就你自己去。那是什么？另一辆超速车？我们需要叫马特和弗兰克帮忙吗？不，好吧，赫克托，如果你确定你可以独自处理它。超速的车在哪里，赫克托？你能看到它吗？它在那里，快抓住它，赫克托。嘿。停车，你开得太快了。哦不，你想怎么做？你想找马特和弗兰克帮忙吗？好主意。嘿，伙计们，赫克托需要你们的帮助，你们现在能过来吗？太棒了，我们走吧。他们来了，赫克托。让我们去抓住那辆顽皮的超速车。你能看见它吗？慢一点。不好了，它逃走了。你有主意了。你要用赫克托的爪钩来把路封住。好吧，弗兰克，就这么做吧。现在让我们看看马特是否可以把他追到这条路上来。抓住你了，大家做得太好了，很棒的团队合作。伙计们，赫克托真的很抱歉，他没有请你们来帮忙。马特和弗兰克也很抱歉，他们刚才也没有请你来帮忙，赫克托。从现在开始，巡逻车们将永远在一起工作。再见，赫克托，再见，马特和弗兰克，下次见。真是一个美丽的乡间下午。
嗨，你好，哈维，你是在检查庄稼是不是可以收割了吗？觉得如何，哈维？可以收割了吗？你说的对，那些玉米真大，该去准备收割机了。嗯，那些汽车宝贝要干嘛？他们偷偷溜进了哈维的地里。你看到汤姆宝贝和本宝贝了吗，哈维？嘿，孩子们，你们不能来这里，收割的季节，这里太危险了。看起来你们需要帮助。别担心，巡逻队知道该怎么办。嘿，巡逻队，哈维在收割，两个汽车宝贝困在了田里，你能帮他们出来吗？谢谢你们。太好了，你们来得真快。天开始黑了，宝，别听废话，不要来。好主意，马特。如果你用扩音器告诉宝贝们出来，他们一定会听你的。游戏结束了，孩子们，巡逻队来了，是时候离开哈维的庄稼地了，快，天要黑了。你们知道出去的路对吗？啊哦，希望马特有其他办法。这样不行，马特，宝贝们想出来，可是他们不认路，这些庄稼太高，他们看不到路。这主意真棒，马特。赫克托，你能飞到空中看看能不能找到他们吗？弗兰克，你的任务是去田里跟着赫克托的指引找到宝贝们，好吗？哦，还有弗兰克，离开时解下你的水管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可以看到他们吗，赫克托？你说的对，那些灯光一定是本和汤姆的，那是弗兰克。你在给弗兰克指路吗？太棒了，这样管用。别担心，宝贝们，帮忙的人马上就到。你找到他们了，弗兰克。现在只要找到出去的路就可以了，不过天太黑了，即使有赫克托的帮忙，他们也不容易。是啊，马特，告诉你解下水管，这样你就可以沿着水管回去了。本、汤姆，跟着弗兰克就可以了。弗兰克回来了，宝贝也跟着。妈咪，妈爸，妈爸，妈爸。
你可以看到他们吗，马特？嗯哼，他们在那里。太好了，每个人都安全了。干得好，伙计们，找到宝贝们。现在哈维可以安全地收割庄稼了。确实，现在收割太黑了。但是吃多纳圈不算太晚。谢谢巡逻队，宝贝们，记得以后离哈维的庄稼地远点。真是一个炎热的周末啊，大家好像都聚到沙滩这里来了，情况不妙呀，大家好像都很热的样子。天气太热了，大家都玩不动了。家里本来要带点冰淇淋过来的。平板车弗拉维好像实在受不了了。糖果车佳丽现在还没到达沙滩。他好像也不在家呀，佳丽失踪不见了，明白吧？或许我们可以从周围找找线索。香草冰淇淋。马特，这个点子好。赫克托，从天空往下看的话，或许能发现其他线索。赫克托，你有发现什么吗？我觉得那个应该是他。马特，快追上他！家里昨晚忘记把冰淇淋放进冰箱了，所以冰淇淋全都化了。他怕大家会怪他。马特，你说的没错，不管有什么问题，我们都要和别人沟通，逃避可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。家里没事，
大家肯定会原谅你的。是弗兰克，大家别害怕。妈妈，来吧，进。你想到了什么好主意吗？啊，我，哦，嗯，哦，哦，哦，卡皮，啊哈，嗯，耶。这样大家就可以在沙滩享受周日的阳光了。巡逻队，谢谢你们。大家再见。